探索，隐藏摄像机从大镜穿越到护士了，让我们跟随宝鑫最年轻的执行董事投资人徐思的步伐，看一看从香港回来的徐总都做了些什么吧。徐思现身老城市场，这是在做市场调研吗？徐总行色匆匆，好像在处理什么棘手的难题。这是听到了什么？徐思真是工作吃瓜两不误啊。想知道徐总更多资讯，记得锁定11月30日，我要逆风去。我们下次见了。